灵犀波动，你在哪个角落？原来这就是你的旋律，可以说明不用你清楚我了解，因为你是我最美的歌。Come on girl， 你的花裙摆，心上张罗伞，美好又可爱。我们会记得现在，陪你看海，带你天上 fly。Come on sweetie， 你的小意外，你的棉花糖，你的 young so shy。我们会永远存在，对我依赖，陪我 say good night。一起看星空的海，心跳动特别的快。我们坐在屋顶外，熟悉甜蜜的对白，好终于你我说一声所爱。但是我和你不至于徘徊，如果不开心要以苦为快，但是动不动就让我猜猜。我中意你虽然常常无奈，要天不怕地不怕特别厉害，所有的故事都根据你改。你对我是场意外，心有灵犀我懂，你在哪个角落？原来这就是你的旋律，可以说明不用你清楚我了解，因为你是我最美的歌。心有灵犀我懂，你在哪个角落？原来这就是你的旋律，可以说明不用你清楚我了解，因为你是我最美的歌。正式进军新能源汽车制造行业，提出了几个新的概念，比如车载电池、清洁能源、长距离续航和无人驾驶。龙先生，现在是媒体提问的时间。龙先生您好，我是杨流批评的记者，我想问一下您为什么会选择新能源汽车制造行业？传统汽车变革的时代已来临，新能源汽车我相信也一样，就跟我们使用手机、平板电脑是一模一样的。我相信未来的汽车不一定是电动的，但是一定是智能的。整个汽车行业处在转型的关键时期，我们龙氏集团选择在这个时候进军，是时代所需。
哎，喂，依依姐，你在哪儿啊？三分钟到了啊，三分钟，我马上就到了。几百万粉丝呢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们也表达了自己的诚意，希望能考虑我们的提议。今天聊得很愉快，希望能尽快得到你们的答复，好吗？好的，两位也辛苦了，回见。好，那我们先撤了。嗯，拜拜，再见。乐盛影视还是相当不错的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嗯，咱们还是再考虑考虑吧。我说依依姐啊，这两个月咱们见了这么多资方，每次你都说再考虑考虑，你不会是不想买了吧？不是，他们愿意出600万的版权费已经很高了，现在你的漫画正处于巅峰期，再拖下去，等其他同质作品出来，市场认可度就不会像现在这么高了。哎，嘉琳，你知道他对我意味着什么？我明白，你就是个文艺青年，一点也不适合做生意，所以才更需要你嘛。你呀，是根本忘不了龙一。他只有挣脱了我的束缚，才能飞得更高更远。简直跟于好球就是亲戚。你们这种文艺青年是病，得治，知道吗？好的。哎呀，龙总，好久不见！哎呀，想死你了。想我是假的，想这个才是真的吧？还是亲兄弟好啊。这回多亏你了，北野大师谦虚，这可是您用全部身家换来的，我就是搭个桥而已，没做什么。哎，过奖了，过奖了，90%而已啊。先说好啊，我要10%的份额，到时候我得验收财报。毕竟我不太信任你，我只信任我女兄弟陈轩怡。龙爷，你可越来越滑头了，做生意。
亲爱的轩姨，你好，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，记得要和北野大师共进晚餐哦。请播放 W's in Musica 的 Lonely Soul， 谢谢。陈总，两个孤单的灵魂在一起，我觉得这首歌不太好。请播放 Mary Johnson 的 When I Fall in Love。Get out the car. 没事，我来安排啊。还真没想到今天会追尾啊。不好意思啊，谁让咱们的车停这儿了呢？要不就在这儿凑合吃一顿。来都来了，走吧。这个商场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不景气啊？可能是没在对的人手里。别多想，走。哎，这个不是你的作品吗？这是姐妹片。你仔细看这个角度，还有下面这个镂空，看出区别了吧？嗯，来，走走走吧。Hello， 看这里，看这里，快来尝尝我们的最佳米线，香醇黄酒腌制入味。滋补消炎，我怎么觉得这个画面有点熟悉啊？是啊，这画面怎么这么像是在配合我追你的艰辛步伐呢？是你厚脸皮的步伐吧？走，不来一点吗？滋补滋补。哎，True Love。他怎么会在这儿？欧米的摩天轮。2046，洛北辰，你又搞什么鬼啊？这又是什么？不好意思啊，陈总，未经你的允许，私自在你的商场做了这些设计。这份授权合同还是要补签一下的。什么授权合同啊？曾经你的爸爸为你做了爱轩一场守护你，从今以后就让我洛北辰还有这座城一起来守护你吧。陈轩怡，我爱你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你是怎么做到这些的？陈总，我求婚呢。
嗨，怎么是你们俩 ？What's up？ 恭喜啊，陈轩宇。不过，你结婚以后还是回来工作的吧？我可不放心，就这么把生意交给陆伟晨。哎呦，你们三个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？你们俩接着歇，我旁边给你鼓掌。新婚快乐，新婚快乐！来了直播间的宝宝不要走，点上方关注。嗯，谢谢这位宝宝送的礼物。啊，我今天穿的衣服呀，是带有一些汉元素的衣服。我本人呢，非常喜欢一些国潮啊、汉元素的风格。嗯，我非常支持我们。你俩那漫画版权卖的怎么样了？发展，所以买了非常多的衣服。等依依姐想明白，漫画就要跟这杯奶茶一样。凉透了，谢谢谢谢宝宝送的礼物。玉好求你上啊，你等什么呀？我的直播间点关注的话，哎呀，大叔你别老跟着我行不行？你自己发育好不好？我不跟着你，我一会儿就死了，你就死呗，你不死个成百上千回，怎么成大神啊？就是，对了，咱别带他了，咱俩开吧。别，等我一下，我卡了卡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嘉玲，你们都知道他干嘛？我想好了。版权不卖了，咱们自己拍。自己拍？对啊，这是我自己的故事，我不能为了他的安全就把他交给别人，死就死吧。呸呸呸，肯定会大火的好吧？什么呀，姐妹同心，谁都别跑。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呢？龚总、于总，里面请。请跟我来。张静美，我代表密友影业真诚地欢迎大家的到来。真棒，太棒了。今天我们要招商的项目是漫画《龙一你死定了》。这部漫画它对于我的意义不仅仅是带来了许多热爱它的粉丝，更重要的是它记录了一份我最宝贵的经历，也是我青春的全部。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招商的份额。张静美小姐，哎，这不是龙氏集团的龙一吗？对，她也来了。你出版的漫画已经严重侵权，而且把我画这么丑不合适吧？好帅啊，他还是那个龙一。就是你的旋律可以说明，不用龙一，好久不见。张静美，你还好吗？三个条件说。第一，我们没有离婚证，所以从法律层面上来讲我们属于婚姻关系，你这漫画属于婚内财产，我有权监控每一个利益环节。继续。第二，龙一的漫画形象可以让给你用，但是我必须参与并且有权发表制作意见，包括后面的影视化制作过程我也要一一审核。第三呢？第三，想好了再告诉你。好。第一，这漫画的版权是我跟小小还有嘉玲共同拥有的，所以你所说的婚内财产只有属于我的那一部分，也就是说你在股份里只占了很小的比例。凭什么呀？好。第二，关于漫画的形象你有权提意见，但作为作者最终的选择权是在于我，也就是说你可以提意见，我爱听不听。哎，你这就过分了啊！不行就算了。哦，好。第三，哎，我可没说第三啊。第三就是我可以不答应你的第三个条件。没关系，你可以考虑考虑。张总，合作愉快。
合作愉快。你是夏夜的热烈，你是晚风的信笺，空气都变得很香甜，想一起去冒险，一起去看世界，夜空都变得很特别，特别的慢点闪烁着，遥不可及的星河的微光，把心愿照亮，照亮了你眼中的光，白影子拉长，收集浪漫回忆里安放，夏夜的热烈，你是晚风的信笺，空气都变得很香甜，牵着手漫步着，跟着风摇晃着，想象的完整实现着，请记得假如我沉默，看星空银河，许的愿是你出现在身边，说不出口的想你呀，用记号的答案，仰望星空就是想你了，牵着手漫步着，跟着风摇晃着，想象都完整实现着，牵我身边，说不出口的想你呀，用心都回答，仰望星空就是想你了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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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仰望星空就是想你了，仰望星空就是想你了。